地方应该不会有人在干掉我了吧？这边没有人了，自己来这边钓吧。要干掉我没办法。多收一点。好走，乌仔叔跟他 ，OK。就定位了。
无啦，一杯我要食这化验的啦。好啦，无啦，无敢买啦。敢无信号？无哦。那我们可以回去了，遇到一个在地的钓友，稍微跟他交流了一下，他钓成底了。今天的咬图还不错，这边比较没有人吵，躲起来钓吧。